主料嫩莲藕500克，辅料蒜瓣4粒，红椒1个，葱1根，盐、鸡粉、鲜贝露1勺，香油、辣椒油、香醋1勺，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嫩藕用钢丝刷将表皮刷洗干净，红椒洗净备用，藕切片入清水浸泡，蒜切末，红椒切粒，葱切花。锅里火开后，将藕飞水泡至透明状捞出，或准和滤水备用。将蒜末、椒粒和葱花入小碗，料入盐、香油、鲜贝露、辣椒油、鸡粉、糖拌匀成味汁，将藕片码入碟内，将调好的味汁浇在上面即可上桌。烹饪技巧：藕非常的白嫩，将表皮刷洗干净，无需削皮，这样可减少浪费哦。莲藕切片后一定要浸泡过程，这样可以将藕孔里的泥沙清理得更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